现在时间1:40。对呀、啊，2点烦死人了。没有，你就慢慢滑下去，应该跟我过的时间差不多。哎呦，帽子要卷，帽子要卷。我已经卷好了。那我嘞？你可以帮我看一下。你还可以。我要卷。好。哎、欸，但是你帽子就要量。还没，我帮你量。这样子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你在干嘛？我帮他拍一张独照啊。雾没那么大的时候，就是雾不是雪。是这边路往下走吗？你认得路吗？就这条，也只有这个红线，黑线应该没开吧。吃好饱，找路面吗？会不会今天下过一下就变树冰啊？你觉得应该不够大？今天预报只有10-20公分而已，对，不够大。明天还会继续下更大，但是能见度就不好了。就人家看都要是大晴天，然后又一大坨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那其实昨天来可能会更好，因为前一天大风雪。因为前天我没有去注意那个缆车警察，所以昨天。不过你现在脸几乎没有遮住哦，会很冷。你的脸几乎没有遮住哦，你连脸、鼻子、鼻孔全部都在外面，你会很冷。不是要露鼻孔。但是你脸都在外面，这样会。但是鼻孔就是有用。好了，好了。
不会吗？我脚很酸呢、欸，因为我一直在刹车。拉不动啊，我自己都快走不动了。也太平了吧，好累哦。多远啊？Thank you.
线，还是我们在走红线啊？跳绿的好累哦。这里吗？这很深是不是？我也不确定。我下去喽，我为了不要再走路了，我要下去。我也想走这边，可我要先穿白底。我来试试。可是怕很松哦。试试看要走车子走的地方。但这路怎么样都很宽啊。对啊。这真的是路吗？不然呢？这对的一条尾啊。可以啦。几点？我觉得就是还不到两点。Thank you.
我就怕我来不及呀、啊。好热，拉开。好热，还有十分钟啊！我们这一趟滑下来消耗了91卡，真的、哦？还有路径图嘞，你看，而且哪边冲比较快都有，哪边很平也有，快累死了！我是觉得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！我讨厌这种平路。关掉了。